亮亮，这个还挺好的。金亮，这个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可好吃了，这个果脯，哎，你看这多少钱一袋？五十，就五十，五十，五十啊。不贵啊，可以啊。好，金亮，那好啊，慢走啊。哎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还问你呢，这么晚在这儿干嘛？哦，那个大志叔凑钱给文娟治病，我来帮忙。哎，还好啊。哎呀，怎么样，欧大志？啊，你好意思吗？你怎么想的？你借着李文娟治病的机会去讨好那个女人，我就不管了，请你别耽误儿子好吗？什么叫我替李文娟治病去讨好别的女人？我讨好谁了？我，你心里清楚。哎呦，方老板，您是因为我们大哥讨好别的女人生气啊，还是因为您儿子给我们大哥卖东西生气？关你什么事啊？闭上你的嘴。我警告你啊，少利用我儿子。我这哎，妈，您别这么说，这个是我自愿的，您要是不想让我帮忙，那咱们走吧。走。金亮，谢谢你啊。哦，好，谢了。哎，红姐。哎，红姐。丽丽，大足校的账我可好了，这有28000呢，比咱们平时赚的都多。红姐的诚意感动了财神爷，虽然不够，但还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。是啊，拿着吧，拿着吧，红姐，拿着吧，拿着，拿着吧。多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了，谢谢。